大家好，我是老船长。那么今天是礼拜四啊，明天呢就是星期五啊。那大家知道，我最近啊，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四点半左右啊，有所谓的网络直播的节目啊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你就把这个 Q R code 照一下。我在这个网络的每一周，我只录一集。 那这一集呢，我就预告下一周的行情。如果不准，你就不要看啊。那我相信有观众朋友啊，上个礼拜五有来看小弟的节目，我呢就预告这一周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会发生。好、啊，当然我现在坐在这边啊，老船长随便你讲的，那你可以去回看我。 上个礼拜五的节目，如果我说谎，每一个观众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，那么全国只有我一位分析师做得到，其他的分析师呢都是看图说故事。这个啊、哦，讲快一点了、啊，你的儿子跟女儿都会了、啊，不用到你哦，听得懂吧？谁不会看图说故事啊？每天收盘了来分析，就像盘中连线那些大老师，对不对？ 啊！主播问他啊，这个怎么样？他就照着看啊，涨就说好，跌就说差，谁不会啊？对不对？没有一个分析师敢像我一样开这样的一个节目。那为什么我要开这样的节目？我就是要让很多的观众朋友，比如说上班族啊，他没有空每天看，但是他要知道一个重点，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你就来看我的节目啊。 哎、欸，老船长，按、啊、你上个礼拜五啊说，这个礼拜会发生哪两大件事情？OK，好，第一件事情，我说啊，AI 啊，你要站在卖方啊，各位去回看我的节目，很清楚哦，就是 AI 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站在卖方啊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等一下我们会来印证啊、哦。第二个重点呢、啊，那简直是哦，无法无天呐、啊，老船长，哈哈，对。 我居然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啊，网络的节目啊，我就说啊，台北股市这一周啊，要跌破一万六千点。好、哦，老船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诈骗集团呢、啊？来，各位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放大给各位看啊、哦，这是今天嘛，对不对？今礼拜是跌的很爽嘛，好、哦，对不对？来。 四三二一，那这个叫做上个礼拜五，有没有？我们再放大给各位看。哎，这一天叫做上个星期五。上个星期五呢，收了很长的下影线哦。我在我的网络直播节目预告说，下周会跌破一万六千点。当时这四根都没有发生哦。 我有给理由的，我不是寡不，也不是寡西八道啊，听得懂吗？那老三党你在节目中是怎么样来预告的、啊？我们很好奇啊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你为什么不看我的节目呢？好，就算你没有看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上礼拜五怎么讲？我说啊，第一个，根据我们的王冠 AI 系统，啊，台北股市，注意看啊，这个学问的。 来，请大家看这边，好，这是今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今天叫做礼拜四，三二一啊、哦，星期五在这边。其实星期五的时候已经是王冠第二黑了，对吧？没有错哈、哦。好，我说啊，全世界哦，俄乌战争就算了。 现在搞了个以巴战争，以巴战争后面又是一些强国在支撑呢、啊，所以你也可以说啊，这个俄乌加上以巴、啊，它简直就是个隐形版的啊，缩小版的世界大战、啊、没错吧？因为不是单独两个国家，后面都是一票人呐、啊，没有错吧？ 哎、欸，老船长真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美国政府哦、喔，没有关门就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通膨啊，经济又不好，又打仗，美国这个也要帮，那个也要帮，他花多少钱？当然啦，战争过后他收刮利益。我们说眼前来讲，我不是跟你们讲吗？我说美国股市哦、喔，已经在走空头了，而且是摇摇欲坠，还要破底。果不其然，昨天美股。 大跌，今天应该还是要继续跌啊。那如果今天晚上美国继续跌的话，那明天礼拜五我们开盘了、啊，各位，今天收盘叫做几点呢、啊？叫做一万六千零七十三点、啊，再跌个七十几点，可能明天开盘就破一万六了。那明天叫做星期五嘛，那我上个礼拜五预估，就这一周会破万六。 我不是胡说八道吧？讲句比较实在的话，今天收盘快要破万六，我已经很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在想，如果我讲的准的话，会有很多的股民遭殃啊，对不对？包括 AI 的股票都必须要站在卖方。那我这边写了一句话嘛，就是你听进去了吗？哦。 呃，老船长，我上个礼拜我、啊、没有看你网络节目，不算好，那没关系。我昨天的节目不是也跟各位报告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说台北股市哦，我有没有请你们看？注意啊、哦！我说台北股市哦，这个地方哦，是一个怎么样头部？对不对？我说昨天嘛，昨天我讲说，如果说它这个往上走，注意哦，拉拉拉拉到这里，哦，这边都突破了。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大型的 W 底，那准备怎么样再来攻一万八，甚至都不为过。可是呢，台北股市是在这个位阶。我昨天跟你们讲，我说这里至少目前看起来就是头部，因为它没有上去嘛。然后会不会上去呢？我昨天节目预告你，我说不会，我说会下去。第一个符合我在上周五的预告，第二个以昨天的情势来看。 他本来就是要下去啊，那这下完蛋了！注意啊，哎，老孙，那你不要吓我们了哈、哦。现在很确定哦，这里就是一个头部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叫做小头，这个叫做大头。哦，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啊，人家有伞，我有大头，神经病啊、哦！这里啊、哦，一个大头套了一堆的人，对不对？ 大跌下来之后，在这边寻求打底，在这里我跟你讲会失败。我说这里会再次一个头部，好，先往下灌。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拿指挥棒？我说这个缺口有没有？我比了好几次，我说这个缺口大概一万五千九百多点，好，我说会来测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缺口就会补掉，那么补掉就代表要破万六。我有没有讲？好，所以现在来一个重中之重的重点。 假设明天盘中让你看到破万六，来补了这个缺口，注意啊，补了这个缺口，那么第一个啊，我的预告百分之百神准了，好，那第二个要干嘛呢？就是你要赶快买股票，老船长啊，不是空头买什么股票，哎、欸，补了这个缺口，注意哦，它会反弹，好，反弹呢，到时候再看。 我认为在下的几率会比较大，但是至少会有一个反弹。那你可以做股票抢一个短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好、哦，哎、欸，老船长啊，抢短 OK 啊，但是要抢什么股票哦？好，啊，你就写三个字，写在脸上哦，到下个礼拜啊、哦，先不要洗脸啊，你就写细光子，懂吗？啊，你不要写错，你不要写成 AI 哦，你写完 AI 就要变写 BI，BI 写完写 JI，JI 就是节哀。 懂吗？我跟你们说过，AI 的股票到年底都不会解套了，明白吗？哪怕明天真的破了万六，可以开始强反弹补缺口，要买你也不能够买 AI。你有没有用笔记本写下来？你要买细光子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来讲细光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讲 AI。我在上个礼拜五公告，为什么 AI 你要站在卖方？因为 我一株一株的用我们的王冠 AI 系统来怎么样看？我在节目上长时间这么多档的 AI 个股，AI 个股，我就一株一株的看，全部通通今天收盘啊都在王冠黑，有的呢已经怎么样够 o 卡黑啊，随便举第一档二三零一，你看了光宝。 老船长，我看你节目很久哦，光宝没有一天是 OK 的，对，有没有？然后你注意看哦、喔，他离请导播照最近，他离黄金线怎么样？又要越来越远了。王冠黑就算了，这里接近黄金线，也许他有机会翻多。我只是说也许就失败嘛。那你在黄金线下，而且有越来越远的趋势，那这股票就怎么样？你根本就不能碰。好，那今天呢？ 离黄金线的距离又远了一点点，好，换句话说明天就算有机会抢反弹抢股票，AI 搞不好也不会跌哦，也不会涨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晚上万一 NVIDIA 又跌呢？这个几率是蛮大的哦。哦，大家了解？你去看美国股市今天晚上往下灌，那不得了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全世界的股票，你看，入股啊、德股、法股都是一样烂。 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一下哦。下半段节目回来，我把 AI 调出来给你看，让你心服口服。然后呢，我再给你讲重要的细光子导播。古海茫茫，茫茫古海。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，古海老船长。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 二团队，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。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 AI 智慧系统，方向清楚，掌握致富关键。固德投顾老船长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。固德投顾咨询电话：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。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，您的理财专家顾德投顾，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，多空双向操作，为您累积财富。金融市场诡谲多变，您需要更全瞻、更专业的团队带领您避开风险，再创财富巅峰。顾德投顾洽询电话：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。 零八零零五五八零八，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好，那么刚刚看了光宝科之后，我们还是按照规矩哈。哦 一株一株来啊！第二档，大家因为看我节目都看久，就知道我要讲的是，对，二三五六英业达，好，各位看二三五六啊，英业达是不是离黄金线也是越来越远，对吧？再再来呢，哦，二三七六，继佳又掉下去一点，广达。 今天又掉下去一点了，又离黄金线远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再来二四二一，各位见准啊！再来呢？啊、哦，我们来看这个三字头三二三一呀，伟创、啊、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反弹去买的人都套牢了嘛，没有错嘛。明天应该还是要跌了哈、哦。再来呢？啊、哦，这个。 我们看这个八二一零，晴晨，好，本来要上去的，结果呢又下来了，啊，再来呢，我们看什么六二七四，4, 台药，又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三六九三，银邦，他试图往上走失败，对不对？他越过黄金线失败，再来股王。 哦，AI 的股王啊，也是一样，他跳上去一副很厉害的样子哦，结果呢，嘿嘿，又掉下来了。好，你会去买吗？你会啦，我相信你会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安装我的系统，你会去买三六六一嘛？好，看一下，今天有没有招待？有嘛？哈，小蝶一百五十五块，好，小蝶啦，所有的 AI 通通都在。 王冠黑，所以表示套牢的人越来越多了哦。那么我曾经用这一支股票三二三一，我讲过，我说 AI 真正的买点，我们看伟创就知道。你把一百六十一这个最高一百六十一点五，把它除以二，大概八十出头啊，再往下跌，跌到八十出头腰斩，大概就是 AI 的怎么样真正的反弹点可以买哦，你可以赚得到钱。 那至于要解套，不可能到年底都不可能解套。你说啊，我老师带我买一百五、一百六的哦，那你慢慢等到年底你都不会解套，这样听得懂吗？但是你的晦气会到啊，你的晦气会到就表示怎么样？哎，那你就 get o u t 他就不用再理你了。脑袋子、脑袋瓜子想通了没有？哦，老船长原来是这样，那当然了，不然呢？对不对？好不容易把你当猪脑袋猴里来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可以让你对不对？ 这样子净身出户哈，其实就就是净身出户了，好不好？那么 AI 看完之后呢，我今天附带啊，时间还很多，我先讲一下哈。这个前几天在网络上有大的这个超级无敌大的投顾老师啊哦，他说哦，这个资金会转到记忆体啊。我特别有看到这个文章，那谁写的我们就不要在这边搞人闹鬼了哈。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？ 你们不要到处听信谣言。好，我们先看华邦电，二三四四。前几天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，我就吓一跳。他是在王冠黑的势力范围。有人说呢，啊，资金要转往记忆体，就怎么样？戏啊！看到没有？掉下来。啊！你相信超级无敌大老师讲的？ 各位自己去网路查，好，还没有完哦，二三三七，好，嗯，这个望红，各位看到没有？死更惨，昨天已经死了，今天再死，一死再死，各位看二三三七，好，钱会转到记忆体吗？不可能的，啊，懂吗？所以说。 不要以为有一些老师他包装的很好，很正派，哇，大老师啊，对不对？甚至是投顾的老板呢，啊,啊，结果呢，胡说八道，他一定没有安装我的系统。那么你们这些吃瓜群众没有安装老船长的系统，对不对？听了这种大老师的话，你就会去相信，对不对？那有些观众也是。 哇，看到有又有大老师说，那这样股票不知道买什么，买零零五零零五六哈，来看一下哈，零零五六，e t f 哈哈，最近不是有人去买 ETF 吗？哈、哦，各位观众，这可以买吗？买完掉下来，真的笑死人了。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被这些大老师骗？好、哦，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一个武器来保护你。 好、哦，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个武器的话，你就是这个。注意看啊、哦，对你就是这个啊、哦，猪脑袋。你有了这个武器之后，我我不是常讲吗？天王老子跟你讲，你都不要相信，没有错吧？好，那自己决定要不要让自己不再成为猪脑袋。好、哦，你自己好好想啊、哦。那么我刚刚讲到细光子哦，这资金会往细光子走。 以前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都知道，这个导体是用怎么做？用铜，对不对？铜是很好的导体，没有错吧？但是呢，现在导体改用光光纤，更快，这中间几乎没有损耗，所以这是未来的超级无敌大趋势，懂吗？好，那么有一档股票今天涨停锁哈，叫六四四二啊，各位，它今天突破，这里洗的乱七八糟了啊，这里不会有人讲。 光胜不会，我跟你保证不会哦。那你看我们的系统六四四啊，注意看哦。好，这是光胜啊、哦，细光子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买？这里买就好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去追也可以啦。好、哦，你说你不要，你要买高点，今天去追也可以，因为它还会再涨。我要跟你讲的是啊、哦。 细光子已经取代 AI 了。你们刚刚看到 AI 都是往下掉，有没有是要摔死的王冠黑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你看到这个走势就知道不一样。我给你看一下，二三零一光宝有没有？这个叫 AI 啊，六四四二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细光子啊。台北股市往下灌，了，细光子往上走。 好、哦，当然这个你不要，你不要去再去追它了，这已经涨幅很大啊、哦！你要买细光子的股票，装我们的系统，你是买在这里，听得懂吧？好，那当然了，细光子的股票有很多档，比如说前顶四九零八啊，四九零八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都在怎么样？王冠红很久了，好、哦，它等于是长多架构，它跟大盘的走势完全是相反。 啊，所以大盘跌它照涨。今天台北股市不是大跌吗？啊，跌了两百八十几点啊？你看六四四二，对不对？它跟大盘没有关系嘛。四九零八，啊，这跟大盘也没有关系，对吧？那这两档都是细光子的长多哦。你现在要买的是找那个细光子，准备从王冠黑要翻成。 王冠红的，明白吗？诶、欸，老船长啊，哪一只？好、哦，啊，你自己慢慢找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安装啊，没有安装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在茫茫大海，细光子的股票也很多，你不要找错了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我也不做推荐，好、哦，节目不推荐股票的，我只是告诉你，现在的趋势转为细光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那我呢，在这个转换。 的这一段时间，我一直跟你们讲 AI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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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得懂吗？那你今天看出来了吗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说明天是很关键的时刻。我讲一句最不好听的话，我至少已经预测到这么准，就算明天万六没有破又怎么样？对不对？趋势完全都讲对了。那万六一旦明天破了，你就记得要买股票，买细光子，不要再去加码摊平 AI 喽。 好不好？那老船长希望你们桌上都要有这一套系统，啊，我每天从去年五月一号讲到现在，我希望你要有这样的系统，这样子你的老师啊就没有办法骗你。那另外，明天礼拜五啊，记得收看小弟的现场直播的网络节目，那不用到六点了，大概四点半就可以了。哦，我会预告下个礼拜要注意什么。 哦，这个国内没有这种分析师啦，谁敢？就算有人敢，有像我上个礼拜预告的这么神准吗？你现在回想起来，哎呦，吓一跳！上个礼拜五的台北股市收长长的下影线的，开什么玩笑啊？这一天呐、啊，不得了了啊，老船长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天收长长的下影线这一天呢、欸，这一天叫做上个礼拜五、欸，哎。 大家都觉得要上去了，我告诉你要下来。我说这里是头部，不是底部，有战争在啊，对不对？那、欸、怎么可能会是底部呢？因为美国股市就是已经在走一个空头了嘛，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啊。有些人跑去买零零五六啊，神经病了，对不对？买去套干什么？那可见那会员带股票一定输得一塌糊涂嘛，对不对？好。 那明天第一个要收看小弟的网络直播节目，并且也要收看我的电视节目啊！我在这边帮大家做公益啊！你的老师每天在做生意，今天大跌还在找涨的股票来讲来骗，我真的觉得很不耻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大门走正路，我给你的建议是对你的一生很有帮助的，用一个很棒的王冠 AI 系统来保护你，这样子谁都没有办法把你当猪脑袋的。 从去年五月一号讲到今天，你是不是应该赶快安装？否则，我怕你钱输光了就来不及了。加入会员这一套就送给你，五四三二一开始拨打。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